tell the world about it. Give a little something more of me. Show everyone that ever doubted, I got a whole lot of fire left in me. I wasn't ready to be honest. I know and I know I owe it to myself. So from that day I made a promise, I get up every time I fail.衣服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沟通，这样就是对，有时候大家讨论比较发散的时候就很需要就有一个人就是拉回主题，这样那可能就是我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你有什么想法吗？就是我们这次练到很多翻滚跟转圈，就是跟其他的版就是不太一样。然后我习惯比较慢动作的，然后 Anna 的都好快，所以要适应一下。对，应该是说，我觉得 Anna 的动作是比较速度跟力量的，然后反而迟迟的话就会比较柔，所以速度的转换差，还有那个情绪跟音乐都有反差，对，反差比较大。更下功夫吧。然后我觉得在这种有进度的环境下，其实进步的幅度也蛮快的。然后就是大家可以互相督促，然后就跟常态班是不一样，然后常态班就是帮助我打基础这样子。我觉得体力变好了，因为我其实老师他上课真的蛮认真，他每次都会时间到但还不下课，他就是想要把动作就是调得更好一点，我觉得很棒。就是没有在管拉尺度的，直接拉到掉渣。对，我觉得想要就是往很辣很美的地方。我觉得老师都很认真在雕我们动作，就是我们最后队形已经排好之后，然后老师都就是很锐利的眼神在盯着我们，对，然后我们就有认真排练这样子。而且我们团练的时候，其实老师也会留下来继续帮我们看我们的队形或者是动作，会再重新调整过。那我觉得其实这都是老师额外花的时间，所以其实很谢谢他们。就是最后，就是我们大家应该都是上了这一班，其实就是要跟小 B 说，我们其实都很爱他，爱你，对，都是最喜欢他的，爱你哦，爱你哦。我很喜欢小 Y 一直带挤奶，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挤奶才可以把舞跳得好，所以这部分很感谢小 Y 老师。我想不到。一句话，那就是，大家辛苦了。没有什么我爱你之类的。今年是蜜雅的第三届惩罚，耶！终于结束了，结束了。好，今年是蜜雅的第三届成果发表会。然后，其实办这个惩罚一直以来，它的目的都跟蜜雅的核心价值很像，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如果你应该说在蜜雅的学员有参加过前面几届的惩罚，或者是你未来会持续参加的话，其实你可以透过惩罚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成长。也许当下没有感觉，但是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会觉得，哇，原来我走了这么多，原来我前进了这么多。然后在惩罚的过程中，其实你可以认识自己，然后也认识其他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缘分。我觉得大家真的成长很多，就是很多都是完全没学过 freestyle 这种东西，然后跟了很多堂课，都是从一开始就是一堂一堂的小品嘛，然后基础动作啊，然后跟到现在可以完成
七分钟的表演，队形啊，什么力量啊，什么哦，身体技巧，超复杂，这个，哦，其实蛮厉害，大家真的进步很多，所以再加油，再加油，嗯。这次跟初玉老师的进阶班，就是卯足全力带编，然后因为他们是进阶班，就是有甄选过的，所以而且我们也就是很信任他们，觉得他们就是可以把我们想要呈现的东西给完美的呈现出来，所以就对他们的期望很高。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就是越来越幸福，因为家长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对，所以小朋友能走的路不再只有可爱，不是只有可爱这条路。对，所以我就直接跟 Anna 说，这一次儿童班我要排一个厉害的，就是我要让大家知道小朋友也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次排舞班，我觉得自己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因为主要就是学生，我觉得都蛮乖的啦，就是配合度也都很高，所以这次也蛮开心的，就是自己的作品可以完整的被两个班学生实现。MV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简单，或者是它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它是真的是需要花时间去练习的。那就算即使你跳得就是很好不错，但是你还是得去揣摩一下，就是说，MV 舞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味道去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这都是需要去多练习，对，也是需要就是花多点时间去观察的。对，那我会希望现在就正在起步的你们不要这么的轻易的就放弃。对，我觉得你们现在是一个很好的黄金期，那千万不要因为遇到一点挫折就放弃，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加油。对，加油。因为碧昂斯的形象就是 always 很完美，然后很辣，很好看，都完全不会出错，但其实我觉得背后是很需要很多的练习跟一直去彩排去练习，去就算再熟跳的再多次，都还是会觉得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的精神去做这些。然后我觉得女生的身体或是女生常用的舞蹈技巧，在任何的身躯上或者是性别上，我觉得都是可以展现任何的漂亮的样子。嗯，我觉得大家来这边或是来上课，不管是来上课，不管你要去什么健身家的，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把目标设太高，但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年龄，或是这个年龄层要做的事情是持续，或是要让这件事情渐渐的一直融入在你的行程或是你的生活中，这才是比较重要的。我这次排舞班就是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好好体会到跳舞这件事情，然后就希望他们能在这些难度里面可以再成长这样子。然后就我没有对他们说，你们是入门班，我就教得很简单，就希望你们能变得更好这样子。然后希望每个学生都可以来挑战看看，对，建立在舞感上面的，还有技巧上面的，还有态度上面的事情，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惩罚结束之后，我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活动看到不同班甚至不同老师的演出，然后觉得自己有更有不同的目标。比如说你这次就是来记排舞，那你就是这个项目你有进步有达成之后，你应该要往不同的方向去。所以经过这个表演，除了自己班表演，你自己表演完之后，你还会看到别人，所以你应该透过别人的展现，让自己更多的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所以可以的话，没有可以的话，就是要继续报名。我期许我自己跟上过舞课的人，跟跳过表演的人，会是一个很多元的舞者。就是当然，你身体不见得说真的要很上山下海，因为我觉得你就是独特的你。然后学跳舞的过程，就是让你发现，原来你可以做到你没有想象过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持续来上课，然后找到你没有想象过的你的样子。ただ一人の生まれてきた幸せ味わってるんだよ今日がメインディッシュで終わりの日には甘酸っぱいデザートを食べるの山本にも全部
フルコースで気が利くような言葉はいらない、素晴らしい特別もいらない、ただずっとずっとそばに置いていてよ、僕の思いは年を取ると増えてくばっかだ、好きだよ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ねえダーリン、夢が叶ったのお似合いの言葉が見つからないよ、ダーリン夢が叶ったの、愛が溢れてゆく、それでもいいから僕より先にどこか遠くに旅立つことは絶対許さないから、生まれ変わったとしても出会い方が最悪でもまた僕は君に恋するんだよ、僕の心は君にいつも片思い、好きだよ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